编号1214来看一只带整只苹果绿的手镯。整只手镯的话，它的用料和底子都非常的厚实，料用的非常的多。这边还飘了一小点色花，带了一点比较深的颜色。整只手镯的话，它的水头和它的肉质里面的结晶颗粒还是非常的好的，但就只是属于它属于纹稍微多一点，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纹稍微多一点，但你戴在手上的话，它是完全看不出来的。我戴起来看一下，是完全看不到它里面的纹的。然后看一下，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内圈，内圈它也属于纹比较多。但整只手镯的话，它还有这边，当时打磨没有打磨好，工艺这边有一小点瑕疵，有一小点有口感的东西，工艺方面没做好。但整只手镯的话，用料厚实，颜色戴的也非常的好看，喜欢的可以入手。